盘点网购翻车名场面。这鞋是有多臭，把洗鞋机都给搞远了。这他妈是，这是我买的洗鞋机。这台加湿器小茶也想要。网购了一台加湿器，大家也看得到啊，加湿的效果简直是没得说。就这么讲吧，每次使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在天庭的日子。计算器好像有自己的想法。商家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网上那个卖汽车喇叭的，你的货我收到了，我也安上了，你给我听着啊，你给我好好听听着啊。哎呦，这才是真正的毛裤呀。这工作的裤子今天才穿起来，你看一下里面，你说这个质量还可以不？你看一下，4000多买的手机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假的吧，这个。原来我之前买的都是假榴莲。这在网上买的榴莲，他终于回来了。不过，哎，这怎么越看越不对劲了？怎么还有点像柚子呢？完了 ，BBQ 了，这就是柚子。我操！剃须刀的功能真多，真是大开眼界了。老弟啊，你看，这是我在网上花9块9买的剃须刀，它不仅可以剃胡子，而且还可以玩，怎么样？功能是不是非常强大？